它真的超级高级的，走进来还以为是什么饭店。哈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比塔，在我身后方的是北港的武德宫，它是一间财神庙，但我这次来呢，不是为了要来拜它啦。虽然说也是有一点点啦，赚大钱谁不喜欢呢，对不对？我这次来主要是要来开箱跟体验它的香客大楼，因为听说武德庙的香客大楼呢，是全台最潮最香的香客大楼。它的香不是那种真的胖胖的那种香，它的香呢是很豪华、很高级、很饭店式的那个香，这我好期待哟。既然呢都已经来到了武德宫，当然不免俗的就是一定要来拜一下，求平安、求赚钱顺利啦。我都没有求什么大富大贵，我都只求可以让我缴房贷就好。那我们这次开箱的是两人房，然后这次跟我一起来的呢，是我在台东读书的时候认识的那对情侣的那个女生，她跟我一起来体验开箱。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准备来去出发，一起开箱体验。这感觉好奇妙哦，拖着行李箱。然后我要去住庙里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住的三学社，在武德宫里面的三学社。哇，这庄严的外观，如果不提早知道的话，真的好像什么饭店哦。一楼的接待大厅超高级，甚至还有这个推行李的，好可爱。因为是入住香客大楼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费会当成捐献金，同时呢也就会写一张谢函，算是收据的概念。他们也有免费提供租借脚踏车，只要押证件就可以租借脚踏车畅游完北港。我们是405，它真的超级高级的，走进来还以为是什么饭店。405，这个是马，刚好住马的房间，属马。哎，谁哦？打扰了。好期待哦！哇，是两张单人床，甚至还有电视呢，好赞哦！哦，这个是电暖气，所以如果冬天来的话，也不会怕太冷。它整间的木质调我都超级喜欢的，好有质感哦！哦，这个是洗具用品，哦，它洗具用品也全包哎，它会附这个三件组。还有分别是洗发精、沐浴乳跟身体乳。因为我们这个房型一个晚上才3000块，所以我原本以为盥洗用品这些都不会付，没想到应有尽有哎。好，推这个你要带回家。这是什么？香皂。它是快木加姜黄的香皂，洗脸洗身体的。它现在这样看起来，那个厕所真的超级漂亮。毛巾给的是厚棒的，而且摸起来材质非常的好，很亲肤。洗手台也好漂亮哦！噔噔噔噔，哇，厕所好大间哦！这还是干湿分离的厕所，哇！他们一个角落的选品都非常的棒，而且很有质感，包括全身镜、还有衣架跟拖鞋，而且拖鞋给的还是厚棒拖鞋，完全可以当家里室内拖的。他水喝了感觉会发大财。还有这个茶，你有看到吗？月桂茶跟日月潭红茶，而且是保生堂的。欸，真的也是保生堂的。它这个彩的杯子好好看哦，它这样子很容易被偷走。它也是保生堂的杯子哎，都是一些北港名产。财神爷就在旁边，该不会有人敢偷东西吧？那这也不好说。它这样子很容易被偷走哎，也是有附吹风机。为什么？鞋套吗？应该是哦，环保袋，就是一个环保袋这样。带东西回家哦，所以那个杯子可以拿。我开玩笑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杯子拿，我就真的是会被抓走哇！充电插座总共给了3组这样的插座，其实也蛮够的。它竟然还有附一张北港镇的美食漫游地图，哇，满满的哎！这张我可以直接 A 回去哎，下次来北港都直接照这张玩就好了。它分的超仔细的哎。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宵夜、点心、饮品、素食 ，Oh my god！ 他给的枕头是2颗啊，好软哦，我吓到。他这个软度就是那种枕极师会骂你的那种软度，可是很爽哎，好软。来帮大家试试看他的床到底软不软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
软硬适中。他楼下三楼这边有一个公共的交易厅，这间交易厅也蛮不错的，有开放式的中岛，还有一些休憩区，还有零食饼干。嗯，波比亚，我超爱吃拆波比亚的。哦，这种的。刚刚回去香客大楼之后，就稍微睡了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因为真的超好睡的。然后现在出来北港镇上面吃东西，现在来吃的这间是田中面店。虽然它是写面店，可是它厉害的其实它的当阿鼻沟，因为它的当阿鼻沟是好碗下去蒸的，味道听说是完全的不一样。嗯，都超好吃的，才25块，超便宜的，很粒粒分明，可是又不会像油饭，这才是米糕。我们还点了一碗有5、6、7、8颗的扁食汤，这老板根本没有在赚钱吧？口感很清爽，搭配米糕刚刚好解腻。既然都来了，还是有点意面。意面其实没有加什么，可是还是很好吃。我觉得它面很厉害的是，它很细，可是我们吃的时候它不会黏在一起。可是当阿米糕还是第一名，阿米糕真的超好吃的。晚上回到庙里的感觉真奇怪，突然觉得很安静。对，而且庙里面很安静，真的早上都是鞭炮声啊，人的声音啊，进香团的声音。晚上也跟他请个安。晚上住在庙里面感觉很踏实，感觉都不会有发生什么事情。虽然明天早上没有早餐，但是因为北港这个附近很多吃的嘛，所以明天早上就感觉都不会有发生什么事情。然后现在要去吃北港的早餐，面线糊跟面茶。米德，我超爱吃米德的，这种小摊看起来最好吃。肉包吗？哇，馒头，哇，阿姨你早顿吃啥？啊，嘛是，嘛是吃菜包跟肉包。金黑啊，这包包袂歹食。前味，芋摩啊，甜甜。芋摩啊是什么？黑芝麻。嗯，那我要黑芝麻。哇，就是这一味，好烫哦。这名片哪里？哇，你够名片！嘿，你那在怀念想要吃，吃呀、啊！卡掉好哩！哎呀、啊，有在的。说，阿姨，我想你了。啊！这是他儿子，哦，这是他儿子哦，拍谁？哦，唔当我被恭维。哦，他是不是有加陈皮哦？对对对，好像有吃到龙眼干了。还有冬瓜。有有有，哇，每一口吃的都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一直吹，然后我一直吹也可以。嗯嗯嗯。哦，要不是我等一下还要再去吃上次残念没有吃到的北港面线糊，我刚真的超想点阿姨的那个菜包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两个面线糊加蛋，小的。哇，北港鼎鼎有名的面线糊加蛋，它加那个卤肉，好好吃哦。好吃到在想说，可恶，刚刚应该点大碗的。他就把面线煮得糊糊的。这次来住这个香客大楼的体验跟感觉，我觉得真的很棒。就虽然它是跟一般的香客大楼是不太一样的啦，我知道我已经 level up 去了比较高级一点的香客大楼。下次如果去住其他传统的香客大楼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可能会回不去。我觉得还好它的枕头是两颗，因为它枕头是蛮软的。如果昨天睡的时候，如果它枕头只有一颗的话，哇，那个脖子应该会很酸。然后我觉得下次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选择来财神庙里面住一晚，感受像有被财神保佑一整晚的感觉。就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